素有二阿哥之称的台塑集团行政中心委员王文朝，在9月7号公告将继承自王永在价值134亿元的台塑四宝股票送给老婆陈安静，震惊了台北富豪圈。许多人不禁在问二阿哥到底想做什么。据了解，王文朝会这样做，除了要节省遗产税，也可以让财务操作更加方便。不过王文朝此例一开，以后很多富商的老婆大人如果都要比照，那可就麻烦啦。